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打不超不过1000伤，怎么赢？怎么赢呢？靠赛，我觉得自己比较重要，跟靠赛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如果真的是靠赛，那你应该会觉得我运气很好。大概自己大概占了60%吧，然后剩下的30%可能是配场跟配图，10%才是运气啊。虽然说配场配图大概都要靠运气，但是我觉得你也要对图够了解，才有办法做到那些事情。他干嘛？哇，他在干嘛？干，这是观众吧？哇操，这是观众吧？你确定这不是观众吗？好哈？我要找。干你老师，是真的吗？看到那个我都软掉了。他们那台伊比亚不死，真的是很烦。那我们中坦区怎么瞬间死光？不是啊，我们中坦区怎么死光啦？
看他们过来了 ，fuck！ 我这边我站不住了。RT, please go this way. Jo, 我们北边如果不是我们一二号线如果赢了，这场就还有机会。Please move. Shoot this motherfucker. Hello? Where's my team? Tien, you can first kill these two. You don't have to open the gun.Thank you. Ati? Ati, please? Hello? Ati? Ati? Taiwan 冷耶，这个。Ati, please. I want to move. Hello? I'm not able to move. T9 is moving.
奶酥。换引擎。我们要先 T49四杀了，所以我们先去杀 T195。哇、哦，他怎么会 high roll 嘞？他怎么会 high roll？ Fuck！ 这他妈的运气真他奶奶的好啊！This game so hard. 我第一发断旅，第二发没有断到。第一发断了，第二发没断到。165场，1551伤害，1378原始伤害，侦察伤害。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165场就给你们165点，你觉得我对你们够不够好？总结感想啊，这台车其实 不弱哎、欸，我老实说，我个人觉得这一台轻。好了，我们可以换去玩枪了。玩枪，哥哥，12点了，明天要上班呢、欸。我觉得这台车其实不弱，真的。以一台八阶轻坦来说，我觉得这台车没有说很弱。现场每个人165点，对。它的 HE 很强啊，这台车的 HE 很棒。它的 HE 穿身是90，均伤是280，所以你打穿的有可能都是破300，破300，玩起来的感觉是非常好。玩起来的感觉是非常好，但是这台车的弹药我觉得不是够多的，总共只有45发，以它的 DPM 一下就打光了。
如果你有看我一直在玩这台车，你会发现其实这台车很容易弹切，非常容易弹切。我有好几次都是打完的，我有好几次都是打完的。对这台车，我觉得全打全金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因为它的 AP 就普普通通。在冲卓越的过程中，一定是全 AP 系啊。在冲卓越的过程中啊，是一定要全 AP 系啊。165场啊， 165点，各位赶快刷起来，我要发点数了。准备好了吗，各位？ F5 按一下，聊天室的 F5 按一下。